大家好，我是胡歌，我正在拍摄《精品购物指南》封面大片，请大家关注《精品购物指南》iLife TV。今天其实从发型到服装，我都蛮惊喜的，给我挺多惊喜的。最近一直在拍姜维老师的《猎场》，然后可能要拍到年底吧。相信这部戏呈现的时候，将会给大家另外一个惊喜，和梅长苏相当的惊喜。然后接下去还是要继续演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观看。